哈喽，乖乖们，我真的很生气，所以说我等会儿我要去找老板吵架，必须来上我尊贵的日抛。我老板真的是太可恶了，他竟然不准我休息。我前面连续上了20天的班，然后我说我想休息一天，他说不得行，要等他睡醒了都。他说他自己没有睡醒，然后就不让我休息。他这个理由真的很让人无语，为啥子他没休息好，我就不能休息？我说应聘的时候应聘的是前台，结果一见又要扫地，又要收拾卫生，又要跟人家摆球啊这些。每个月给我拿3500的工资，我啥子都要干。他就是那种人，又想马儿跑，又不跟马儿去操那种。用我们四川话来说，那就是个蚊香。他以前是要看我的视频的，但是我之前的每条视频都骂他嘛，他就不看了。他说看到自己都焦灼得很。他这个人就是好的时候特别好，不好的时候就跟他妈和猪站起来一样，把这个鼻子先修好。他就说我老板那个嘴巴啊特别的毒。我昨天穿了个碎花裙子，那时候我穿起来像那个老奶奶的睡衣。那很多时候都喜欢开黄腔，我觉得那小时候读书就是老师点名点最多的那个。双眼皮的话，大家可以选这个韩贝尔的，我二货嘛，真的很好用。这个假睫毛太好用了，但是只剩下这个糯米款了，这一版又要重新买了，还是用这版小的嘛，一天挣的不多，花的钱还多。哎呀，准备花我才拿成眼线笔了。我衷心的祝愿我们老板以后是试管儿子，从此之后夹起钩子赚钱。今天再来画几根这个下睫毛，昨天我画了，我觉得还多好看。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画的下睫毛很有长进，还是这个笔还是好用。我今天还是打这个腮红，这个颜色的腮红我感觉打了之后有桃花运，那个长得特别帅的小帅哥就会来我这打台球。好，今天就涂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算了，还是稍微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妆容吧。这是哪个的短裤放这儿都没拿哟，咋子打台球打得来还要脱裤儿哦？打得那么开心吗？记得来拿哟。